第二十一课，这个盒子装得下吗？课文剧情一。珍珍，艾美，你们在忙什么？准备明天野餐的东西吗？是啊，我们在做沙拉，需要我帮忙吗？好啊，请你从碗柜里拿两个盒子给我。我要装沙拉跟炸鸡，你看，用这两个盒子装得下吗？我想装得下。珍珍，我们上次买的纸杯、纸盘，你放在哪儿了？我忘了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在那个柜子里，我去拿出来。先把这些东西放在袋子里吧，别忘了带刀叉。明天也要烤肉吗？对呀，肉在冰箱里放着呢。我们这一次还是到公园去野餐吗？是啊，你想得出更好的地方来吗？为什么不去海边呢？现在海边大概还太冷，风也太大。文德，不早了，你快回去睡觉吧，要不然你明天早上起不来，我们就不等你了。好好好，珍珍爱美，晚安，明天见。明天见。珍珍爱美，你们在忙什么？准备明天野餐的东西吗？是啊，我们在做沙拉。需要我帮忙吗？好啊，请你从碗柜里拿两个盒子给我，我要装沙拉跟炸鸡。你看，用这两个盒子装得下吗？我想装得下。珍珍，我们上次买的纸杯、纸盘，你放在哪儿了？我忘了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在那个柜子里，我去拿出来。先把这些东西放在袋子里吧，别忘了带刀叉。明天也要烤肉吗？对呀，肉在冰箱里放着呢。我们这一次还是到公园去野餐吗？是啊，你想得出更好的地方来吗？为什么不去海边呢？现在海边大概还太冷，风也太大。文德，不早了，你快回去睡觉吧，要不然你明天早上起不来，我们就不等你了。好好好，珍珍爱美，晚安，明天见。明天见。课文剧情二。肉烤好了，文德呢？他跟那些孩子玩起来了，他们好像玩得好高兴啊。文德，你要不要过来吃一片烤肉？好，我来了。这个肉烤得好香啊。那你就多吃几片吧。珍珍，你也再来一片吧。我吃不下了，我只想喝汽水。汽水在哪儿呢？我也好渴。汽水在面包旁边。文德，你也帮珍珍拿一罐吧。好，珍珍，这罐汽水我帮你开开了，拿去吧。谢谢。我们休息一会儿，一起过去玩吧。肉烤好了，文德呢？他跟那些小孩玩起来了。他们好像玩得好高兴啊。文德，你要不要过来吃一片烤肉？好，我来了。嗯，这个肉烤得好香啊。那你就多吃几片吧。珍珍，你也再来一片吧。我吃不下了，我只想喝汽水。汽水在哪儿呢？我也好渴。汽水在面包旁边。文德，你也帮珍珍拿一罐吧。好。
珍珍，这一罐汽水我帮你开开了，拿去吧。谢谢。我们休息一会儿，一起过去玩吧。词汇用法练习：盒子、装、箱。这个盒子里装的是什么？好香啊！炸鸡。嗯，我知道是炸鸡，对不对？对了。可，冰箱，罐，汽水。外面好热。你渴吗？冰箱里有汽水。你要不要？好，给我一罐。片，面包，要不然。再吃一片面包吧，要不然一会儿就饿了。我吃不下了，你吃吧。公园，烤肉，野餐。妈，这个周末我们到公园去烤肉好不好？好啊，好久没去野餐了。准备，纸。明天我得准备准备，去买一些纸杯纸盘。晚安，风。妈，我想去睡觉了，晚安。晚安，今天晚上风大，把窗户关上睡吧。好。